哎、欸，七来了，还有两个奢迷哦，好复杂的名字，我不会念。这应该是随机取名吧？欢乐吉祭司胡来，好，我们要出发喽，跟大家跳个舞。嗨嗨嗨 ，Hello。这时候我就会承认我是拿铁了。召唤秘影之术，眼镜蛇杀！好想骑这条眼镜蛇哦。加油，我们出发吧。拿铁。嘿嘿嘿，你好。其实他服装红色还蛮明显，因为还发亮。啊，有时候声音会断掉，是因为我用 iPhone 12直播接线。拜拜，我就说拜拜啦，拜拜。哎，队友，队友，队友。哎，空拳，空拳。阿狗，我以为是，我想说他干嘛开枪打我？我要救队友啊！哦，是是是是是是。哈哈。哎，哎，他怎么站起来了？是是是是是，配七七可以，配七七可以。我刚刚为了救队友，不好意思哦。才倒地的，我太善良了。我先帮你收掉他。哎，你有没有空拳打他的？你把他偷鸡摸狗空拳流。我的圣大雷还是很准。我好像走错边了，我怎么走这里？猴狼，啊！可恶，两个，后面还有一个，小心，小心，小心，两个，两个，哦。哎，七七，这边可以吗？先打兔子，先打兔子，对，可以。哎、欸、哎、欸，兔子没有打到兔子，兔子来了，啊，可惜，被包夹，加油！四郎的服装，四郎的服装没有哎、欸，四郎服装要买吧？我记得好像蛮贵的哦，不知道赌，不知道几钻。躲家里，躲家里。跪之后，左边哦，我猜错边，看枪点，看枪点，直接抓，直接抓，不用管我，直接抓，直接抓。哎、欸，竟然，我刚没有想到一只龟左边。他们打保守的哦，不要抓，不要抓，小心屋顶上。
有人来了。没炸到哎、欸！我就说一直打龟的啊。喂喂，太衰了吧！每次最后一次都要打我是怎么样？哎、欸，我每一次最后一次都要打我，不要这样好不好？杀不了别人就是一样让我倒，对不对？哦 ，AK， 队友，等一下，哎、欸，他们打保守的哦，队友，哎、欸，没子弹啊！啊，算了算了。只有三十发，下面我看到人了，哎、欸、怎么倒了，拜拜，顺炸雷发威，谢谢大家，晚上好。我终于有子弹了。五枪子弹可以给你。没关系，没关系。五枪子弹在这里。没关系，没关系。等一下。哎、欸，被捡走了。我就知道会有人打那个点。打保守一点哦，他们打龟的哦，他龟我就龟，右边一只啊，看到了，啊，队友过去抓了。希望不要倒，没打到，不能叫，有人。啊！可恶！哎、欸，队友，你们不要太冲啊！他们打龟的，你们冲过去就是被他们包夹，知道吗？我去偷，有条岩石。帮我守点就好了。哇，队友赶快去抓、欸！他们倒了，可能就比较麻烦了。他们对方
哎，三号怎么是？打龟的哦，打龟的哦。三号在哪？哎，你怎么过来这里？大哥，不要不要不要这样，不要这样，不要给我东西，你不要给我东西，你这样脚步声就被听到啦。没有没有，不要丢东西给我，你留着。不要不要！哇，大哥，没有没有没有，你这样会害到我。大哥，不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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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样玩。他来了。很强是不是？倒了你！哎，队友帮忙打。剩一个，没有，我跟你讲，决胜不要丢那给我，因为你要丢一开始就丢，如果你太晚丢，我根本不可能捡，我要看战局啊。哦，不好意思，OK， 我吃鸡了啊，来不及救，来不及救你哦，不好意思哦。好啦，感谢队友啊，我知道你想丢东西给我，可是已经在中间就不要丢东西了，因为这样子。你那个走过来的时候脚步声，对方如果听到就麻烦了，所以他刚好看到你们，知道吗？他不知道有两只，因为我躲在那边。OK， 这场我带你们吃鸡了，好不好？打的紧张是因为，我们队友比较冲一点，他们想要杀爆他们。可是我会看整个战局啦，整个战局就是呢，我帮忙一个战啊，打得很好，对方蛮团结的。他们就是说，可能要打龟就打龟，就是像有时候我会说打龟，如果说今天连输三场。然后我就会希望队友是打龟的啊！谢谢你们喽，谢谢你们。好，那今天游戏呢就玩到这边。如果大家喜欢哪天影片，可麻烦喜欢持续订阅，打开通知铃铛。后面有一句介绍 FIFA 的攻略情报，也记得订阅我 YouTube 主频道、副频道、玩具频道、哪天频道，最后退去 IG 粉丝团搜寻博客哪天就可以找我了。也谢谢你们收看，我们下个游戏见，拜拜。